鱼大哥很照顾我，很疼我。所以我看他这么难过，其实我真的心很疼的。而且他前几天来，今天现在已经今天算累倒了。于彦祺灵堂开放吊唁第三天，下午突然下起大雷雨，于湘泉跟于彦祺老公 Gary 中途送饮料给外头守候的媒体。今天也是于湘泉38岁生日，他在 IG 发出影片表示，去年的今天你刚手术完没多久，身体很虚弱，还坚持跑来帮我庆生，希望今晚可以梦到你，只想对你说辛苦了，我的姐姐。今年于湘泉完全没有庆生的心情，透露于彦祺的姐妹有人梦到她身穿白衣。 因此家人为于彦祺准备了一件他生前喜爱的白色连身裙。不会，因为二姐的她生前遗愿就是她要走基督教的。礼拜六的时候会开放下午2点到5点的时段，然后给粉丝就是进场这样。希望喜欢二姐的朋友。 然后还有想念他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这边跟他致意一下，看看他。今天那个祥泉奖，那我觉得这次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形象，我想这也是啊，也是会觉得很安慰的地方。对任何失去子女的父母来讲，这个悲伤是永远不会结束，永远不会过去。是我们透过时间，透过支持跟鼓励。 总有要学会如何跟悲伤和解。那么，我想这是这次整个怨气的离开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教育。因为于大哥很照顾我，很疼我，所以我看他这么难过，其实我真的心很疼的。本来想说今天可以看到于大哥，但是于大哥今天在家里休息，因为这几天真的太难过了。 亚萍姐，他们都有点撑不下去的感觉，失去了一个这么棒又孝顺。
的小孩是非常难过、很痛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关卡过不了了。也许他现在就在天上，就是在保佑我们。我一直以为他应该一定会痊愈，只是让我很错愕。这么乖巧、这么孝顺、这么善良的女孩还这么年轻，真的当姐姐的真的觉得替她非常的惋惜。在这里也祝愿琪到另外一个世界啊，当天使这样。我传了几次讯息给他，他有已读，但是没有回我。但是没关系，他有已读，他知道了就好。我们的交情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是快40年了。看我大哥大嫂两个人哭成这个样子哦，真的不会讲，大家都就跟着哭了，不然怎么办？三个小孩里面他是最乖的，在那个电视上他不是有讲过说好像把他遗弃一样，说他妈妈都不关心他啊。其实啊、哦、那个大嫂跟大哥啊，他对小孩都没话讲，他都很疼小孩的。我有跟他先生讲，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解脱嘛，要不然你化疗七十一次，如果能一次好那当然是最好，如果不行，这种恐慌会陆陆续续存在的，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当天使了。当然也祝他一路好走了哈。